Hello， 大家又翻到嚟 Pokemon 嘅最终红。咁上次讲到咧，我哋打完咗呢个雷道馆啊，非常之顺畅啦，成条路程。依家咧，我哋先去回个血先。上之后应该系咩剧情嚟谂下先？上面呢个咩嚟噶？呢、這个人系 Hello Yan Chingla， 欢迎你啊！呢、這、一个嘅系咪？呢、這个你好啊，后生年轻嘅训练家。I'm Ghost Type 喎，叫 Ali 喎。佢就話咧，聽到咧呢度咧有啲好強嘅人喺度啊，所以咧我就過嚟睇一睇。但系咧我揾唔到呢個人啊，係啊。你可唔可以咧？哦，可唔可以咧嚟一個快速嘅對戰？佢就話唔使擔心，我會俾一個 surprise， 俾一個驚喜俾你嘅。如果你贏到 ，so what do you want？ What do you think？ 好啊，嚟啊！佢呢一個應該係同上次嗰個一樣啦、啊、但係佢要我哋放走一隻啊。OK， 我哋唔要有超能力啦，咁样冇办法啦。超能力其实相对地冇咁劲啊，我觉得。但系佢鬼系啊，其实鬼系格斗都可能拎走喎。唔紧要啊，我哋召唤兔仔摆头嚟啊。鬼系啊嘛，即刻嚟啦！哇，鬼剑迷二 Q， 有冇 mega 先？有 mega， 先嚟个极巨飞先啦，极巨飞打落迷二 Q 度，之后再用降技打落迷二 Q 度，系啊。佢又有得 mega， 头先我唔系 mega 咗咩？我呢度 mega 飞啊嘛，咁呢度又有得 mega 嘅大佬，咪极巨快嘅呢度，唔紧要，我哋试下，我哋试一试啊，试一试。佢如果咁样双两只都咩？两只都极巨化唔通？哇，诅咒佢用 ，OK 唔紧要，我仲系两个都极巨咁黐线添 ，OK 唔紧要啦。佢用岩石啊，冇问题啦，极巨烧烧死佢。之后我哋呢一度就用呢招技能啄佢一百秒啦，轻松。哇，喺呢招劲，呢招神技，呢招神技我哋唔要招食树果啦，因为好似好少树果，暂时睇落系啦，或者唔要呢招好唔好咧？都系冇啦，唔要呢招啦，食树果啦，费事冇咁多技位俾佢摆。鬼火 ，OK。佢鬼火，我哋用呢个飞行啊，唔系啊，极巨飞啊，极巨飞打落鬼师通道，之后呢度走，换做火霸猴 ，OK。哇，唔系话唔够佢快啊嘛，嗰度哦，佢突袭系咪？唔紧要啊，大王烟。哇，呢度难搞喎，打死只鬼师通好似稳阵啲，鬼师通先 ，OK， 得搞掂。做咩啊？鬼火我咁呢一弯，我哋杀死梦妖先，跟住诶 ，OK OK， 祸不单行。呢个时候降咗啦，降咗打唔痛我啦佢。我有用料，咁呢又唔好用啊！我哋用魔爪，摸魔爪先，加翻少少攻。呢度空切再加用料应该秒啦，系嘛？掂啦，二打二打，睇下佢送啲咩鬼系过嚟。哇！你真系咧卡亲我啊！呢、這个咧系俾你嘅，呢个系俾强者嘅你，呢、這个系隐藏特性嚟嘅。OK， 隐藏特性嘅，哇！呢、這个哇哇火核喷火龙、啊，哇！呢、這个系太阳特性、啊，唔系话送啲咁嘅嘢过嚟，我哋咪得到咗神兽啊！其实喷火龙太阳之力几劲喎，老实讲，佢 mega X 嚟。佢嗰粒系 mega X 啊？系冇 mega 啊，石嚟嘅喎。上次咪一个系华南士哥都未打，我哋可以打埋佢。我哋可以试下打埋佢。因为有一个忘记咗打上次。咁原来佢有送 mega 石嘅话，咁啊唔同讲法啦。我哋即刻飞花扑翻去打先。好，应该就系呢个啦。咁呢个咧就系上次嗰个嘅其中一个训练家啦，吓、啊。呢度系啦，超能力系嘅，咁佢都系俾呢个隐藏特性俾我啦。好，嚟啦。呢一隻我哋直接用呢个极巨飞，好极巨飞啊！好呢度又去打，跟住用一招极巨拳，跟住撞极巨火，哇！有晒排序嘅。咁点解咁放呢？因为咧，我首先第一样要加自己速度，第二加自己攻击，第三就系火嗰个太阳天气，跟住再用火焰球秒杀全场。哇！唔系话用啲咁嘅技能嘅，用破险。唔紧要，仲可以用，仲可以打多次呢度，可唔可以秒杀咧呢只？应该得嘅，一攻
一级攻击力再加太阳，杀啦 ！OK， 瞓咗觉都唔紧要喺度，应该可以醒翻嘅。醒啦，冇啦，瞓着咗啦已经，唔紧要。呢度冇得极巨化，啊咪极巨咗啦。我哋用唔到飞欧啦，因为超人场地啦。哇，系冇乜选择喎。大王二先，大王二用呢招 reset 顶得顺 ，OK， 得电嗰石啊，电嗰石火唔得，系是但啦，死咗先喺度，电嗰石火打唔到佢，因为，唉，完咗啦，场地呢一刻又真系搞事，冰欧 ，OK， 冰欧完毕，跟住下个我哋换做钢雀，虽然唔知咩嚟，哦，飞行技秒，哇系，佢仲有招咩喎？有 die mess 哦，佢输啦喺度。佢竟然让我极巨化俾呢只度，轻松轻松，俾啲咩我佢？呢只啊，加速减攻，加速减攻唔使要，呢只唔啱用喎。其实老实讲，超能力格斗啊，唔使啦，我哋有火爆喉，咁冇用喎呢只。好啦，我哋可以翻去啦咁样。好，咁我哋依家嘅劇情应该係要去到係咪紫渊镇呀，应该係紫渊镇呀嘛。好啦，我哋要行返返去啦，呢度唔俾过。咁所以呢，我哋要喺上面环市嗰边右手边去过去啦，应该就係呢度。嘩，佢呢度呢加咗好多树喺度呢，阻住晒行。之前冇树㗎嘛呢个位。好啦，呢度。OK， 咁我嚟啦，又到呢啲训练家环节，哇，53呢，唔系话已经有 mega 进化啦？呢招系写身座，唔要啦，写身座。哇，喺既系你好换呢只，先留个 fake 勾，跟住再用吸收啊 ，perfect perfect。哇，豆粒菇，豆粒菇有啲难搞呢只，蚀波五超能力，哇，好波。咦，又有一招竞技啦。呢度現化我哋留低度，呢招我哋都會留。好，唔要 focus energy，focus energy 真係聚氣，啊聚氣就容易啲爆擊，咁但係好少可會用到，尤其是大王二呢啲比較上都好難會用到呢啲技能㗎啦，因為一用已經死咗啦。鋼雀，哇二 set 技啊，太天真啦，我有鋼屬喺度，仲想打我，天真嘅家伙。哇，冇晒血啦！咦，呢度有个洞穴嘅，呢个洞穴系咪捉神兽啊？你唔好入去啊！你唔可以再行前一步喎、啊，点解啊？有咩问题喺度？唔俾入去。哇，仲嚟玩马？点知啊？地震好，即刻嚟个咩噶？二色水。如果唔系惊打唔死，再用水技。潜地啊，飞行系咧。哇，系冇技用添喎呢只，干翼同埋啄咗，啄住先啦吓。咦，佢冇技打我啊，有岩石技喎，唔紧要啊，有得打先。呢度火爆后一拳打死啦，近身拳击。PM 四十唔知咩技能啊？呢度唔俾入咁惨。扭拉好，火球踢扭拉，呢度用二 set 打狗仔。喂，搞咩啊？打唔中啱啱系嘛？定佢飞勾咗我啊？似系飞勾咗我，头先冇睇到，揿得太快。火爆喉 ，OK， 搞掂。佢翻嚟回血喎，使唔使咧？佢中间好似有个回血点，但我唔，但我惊会有训练家会过嚟打我。而家呢度有一件，得翻四只咗，三秒。哇，系用呢只 ，OK， 二 set 都打唔死，可惜。水技，呢只换一换都燥啲喎，超人嚟咩？哇，顶你又咩噶呢只？输啦输啦，要死啦呢度。水技，冇啦，完全顶唔到佢一下。诶，打赢我又，犀利。哇！呢招技能点解变咗 100% 命中嘅？呢招技能唔系嗰招剁脚咩？呢招技能如果打唔中嘅时候先至再 double 伤噶嘛？但系点解变咗100命中嘅？我记得佢好似得90几嘅啫。
好啦，唔要第二招啦。既然有支咁强嘅地面技，火技，呜，犀利喎！火霸猴，仲有冇人要打？我觉得应该有咯，真系。你啊，出古话啦，又再次，你成日都咁讲啊，所以咧先要导致你输嘅啫。应该系话输嘅时候，你总系咁样讲啊。哦，你终于嚟到啦！我哋等咗你好耐啦，已经。哇，搞乜嘢啊？我捉嗰啲咧好稀有嘅精灵啊！我上次咪喺月见山，我同你讲咗，我捉嗰啲好稀有嘅精灵嘅。這个咧真系非常之特别咯，我想俾你睇啊，喺战斗入面，必须打败佢嘅人系我，唔系你。哇，佢哋两个争我。OK， 呢个系我嘅复仇赛，就话，但系你仲未好准备咧打赢佢，啊，仲未准备好打赢我，系啊。佢咧劲过你啊！啲精灵，我咧需要咧再次尝试呢个机会啊！点解我哋唔试下呢个？哇，唔系话双打比赛会打双打，黐线嘅 ，this unfair 啊！呢个唔公平啊！我哋需要揾另一个训练家喎，你啱，我听到你所讲啦。哇，唔系话我帮我回血噶嘛？系嘛？唔会有叫我做观众啩？我听到晒你所讲嘅嘢，我已经准备好啦，要打双打比赛啦。喂，你边位啊你？我是 MK 啊，你不识我啊？我是他的劲敌啊，对手啊。好，是不是你的朋友啊？不识的，不识的。是啊，我们呢来自这个丰原地区的，我的名字呢叫这个 B 字头这个。这个我的 friend 阿 May， 阿 May 啊 ，nice to meet you， 很高兴认识你啊。我们即刻来啊，双打比赛啦，所有人已经准备好了。OK， 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啊，黐线。哇，一出场就做观众啊，哇！低 B 啊，喂，低流我用埋佢啲重啊，好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我用埋你啲重出筆啊，大佬呢度，喂，点打啊，大佬 ，IMK 哥，佢一隻火鸡打晒成队咯，你咩重嚟啊？哇，真系一隻火鸡打晒成队 ，Mega 进化飞行技 ，OK，Mega 打只鸡，只火之鸡一定要杀咗先，话俾我Mega。咦，我都有咩假喺度？咩事啊？黐线，又做观众，低能嘅呢度真系搞乜啊？不过佢一嚟已经咁，一嚟有巨钳，佢用巨钳螳螂，个劲敌用火虫喎，火虫点搞啊？呢只我又未有水啊，有水技，但系唔够佢快喎，应该即系话又要练 level 啦佢。可能要去枯叶镇右手边练一练先，因为呢度有训练家噶嘛，系啦，呢度有训练家，咁啱啦。呢度练一练重先，唔中啱嗰招火技。俾佢行头得唔得咧？试下啦。OK， 二 set 水。OK， 跟住换啦，换做火霸猴，近身拳击，近身拳击。OK， 得用呢个方式咁样升下咧先啦，升下咧应该够打嘅。哇，喺、哎、又嚟啲咁嘅嘢，打多只羊先，只羊麻烦啲，用料。哇，喺、哎、死咗！哇，唔系啊嘛，我仲系我用添，原来佢用啊，两招用料死啦你。河童又死咗啦，河童生性啦。真系揸招草技，有冇啲草技？定系我还是要打到彩虹士先有招超级吸收啊？好似系喎，咁有啲有些少远咯，其实呢度有冇啲劲敌喺度啊？有冇啲送道具嘅劲敌喺度？我非常乐意接受啲道具。呢度飞勾一只先，哇，得唔得咧？哦，我都唔使飞勾啦，呢度我打晒可以，冇咩特别嘅话就可以打晒。先打四隻千山王，千山王先，呢度用普通飞人技。好，杀只掘地，咁掘地一定系打我啦，咁打我都冇问题嘅呢度。啊，呢度是但用技啦，吸收再磨爪。系啦，一定系打我嘅，因为佢冇理由打飞人系咁弱智。跟住吸收，再用啄。OK， 搞掂啦，轻松啦依家。我啲降料嘅实力已经出晒嚟嘅。做呢、這个，普通水应该打死啊，而且咧，但系佢可能打死我，其实用火技，真心系真系打死咗，近身拳击，近身拳击，
哇！啲火爆口，疯狂嘅火爆口真系唔系讲笑，太癫啦实在。咦？呢个未打咩？呢只唔够打喎，全火爆口先。近身拳击，近身拳击。哎呀，佢快过我，火球。double tick， 再 double tick， yeah。咩嚟噶？呢啲 X 道具冇用喎，呢度应该，因为佢唔俾用道具嘛，所以其实应该冇用啊。好，呢度用飞人嘅，飞人用毒打我，已经完美黑住只毒系我降熟嘅话，呢招系呢招系普通嘅念力技，我哋要呢招啊要。我哋要唔要第三招啦？第三招其实低攻嘅念力嚟嘅，所以唔啱用。好，咁我哋今集时间就玩咗咁多先啦。呢日嘅最终红咁啊，等下集翻嚟再试下打嗰个双打啦。嗰个双打其实真系需要啲实力，需要一发可以能够打死火之鸡嘅能力。如果唔系咧，保唔住只巨剑螳螂，保唔住 M K 仔嗰个巨剑螳螂啊！中意嘅话咧，记得俾个 like 同埋咧未订阅揿个订阅。我哋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